下面请您欣赏语言艺术表演者郭德纲、于谦。这叫冒场。这上那儿找不着口音了，我以为他下去了。没有没有没有啊，刚才是小梦梦，哎，周九良，哎，俩孩子捉放曹，让他们下去休息一会儿去。嗯，像这类作品，我跟于老师有年头不演了啊。这种腿子活啊，我们管它叫腿子活，是学唱戏啊，什么黄鹤楼啊、汾河湾呐，嗯，就都属于这类的作品。是啊，汾河湾这个作品，在我们这儿就属于是九哏啊。我们有文哏、武哏啊，有九哏。打那儿起，腿子活就借。其实呢，你比如说像《黄鹤楼》什么这种作品，嗯，在行业内部来说，嗯，我们管它叫小孩活。对，我们这叫开门活。其实它是学员们演的。对，哎，你除非说这俩老艺术家哈，七八十岁了，嗯，咱们玩一回吧。对，来一回这个。嗯，平时像我们这个岁数就不怎么爱动，不演了，就不演了。岁数也大了，有时候偶尔的有个饭局偶尔喝点是吗？嗯，容易出舞台事故。对，那就更别演了。哎，但是今天于老师没喝酒，他也冒场了。于老师在后台跟朋友正聊天呢。嗯，啊，我一瞧小妹要下来，我就喊他，我师哥上班了啊。嗯，我一喊他，他就过来了。他以为侯老师已经报完幕了，所以出来跟你们先见个面儿。谢谢吧。哎，您有个原谅吧。哎，不叫事儿。这个尤其到天津说相声了啊，天津是相声窝子啊，这都是内行。我是天津人。是啊，土生土长天津红桥的。哦，啊，他跟天津有渊源啊，也有。哎，父母都是天津大港的，都是油田的。那那会儿就是，哎，无意中夸打一耳滋，他父亲打地里，我没听说过打底下滋出来的。不，反正在油田工作了也一辈子了啊。对，可不是。哎，他祖籍是陕西蓝田。哎，没错。现在家里亲戚还都在那边吧？啊，有一部分啊。你看看，这就不一样。我祖籍是山西汾阳。哦，但是我那个呢就没法倒了，我们是明朝的时候从山西移民出来。哦，哎，到天津来，这得考察族谱才。对对对对对，你说他人家也有家谱。有啊，陕西蓝田头一辈比如王富贵啊，第二辈没听说过啊。我们家姓于，头一辈王富贵，后来过继给姓孙的啊。好，姓孙的买一孩子姓刘，反正就百家姓转一圈才回来。对对，到最后大港油田滋出一位来。哎，这都搞上一晃啊，跟谦哥合作也小半辈子。是在后台看着他，我特别感慨。怎么？你的头发都白了。可不，岁数差，是不是？岁数大，现在也不烫头了，看您。嗨，这不是不烫头，演出少，而且呢，这个不是少出去嘛，咱就别。那些年烫头烫的可好看了，啊，真的真的，你说人呢再捯饬，嗯，谦儿哥在后台，尤其是刚烫完，比如今儿烫了，嗯，晚上演出的白天烫个头，是他刚进后台，你看那个状态就特别好，精神。哎呀，你甭管他说四十岁五十岁，就烫完头这个，哎，这个骚骚的那个样啊，哎，这叫什么词儿啊？这我也不知道什么词儿啊，您不知怎么夸您，反正是就精神就完了。嗯，我愿意您染上头发，真的。我过些日子就会染上头发。我希望您永远年轻。谢谢您，真的啊，谢谢染一个，哎，就像这两盆花似的，呵，呵。咱看着最起码它代表着青春活力，哎，就都绿了就完了呗。青春活绿，嗨，活绿呀，就是墨绿也行啊，浅绿啊，草绿都。咱们离开这绿吧。好的，你说了算。哎呀，连着这是演了将近一周了。是，嗯，前天有什么拆对的啊？昨天是单口的，哎，啊，头里还有什么群口相声，花插着来呗。能力一般，水平有限，嗯，就是您各位捧我们，支持我们，您热情。江山父老能容我，不使人间造孽钱。嗯，郭德纲、于谦代表德云社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嗯，谢谢各位，谢谢啊，谢谢谢谢。相声是干什么用的呀？嗯。就是让您各位开心的，哎，逗您一乐，哎，您各位开心了，我们也开心了，这都高兴了。我们就是手艺人，
哦，咱们算手艺。我们老说咱们就是手艺人，嗯，而且说相声是服务行业，哦，也算服务类。我们不能挑观众，哦，您来了，您捧我们，嗯，您听完之后觉得郭德纲水平有限，我接受不了，嗯，没有办法啊，那是我能力不行，对，我伺候不了您，嗯，咱们之间没缘分，哦，您多必去，啊，您听歌剧呀，您看芭蕾舞，嗯，啊，您瞧画画，您看看别的去都行。当然我们是在不断努力中去进取，我们也在成长，这一晃也都干了一辈子了。嗯，我打小我七岁学的评书，哦，九岁左右开始学相声，嗯，啊，八十年代末我又开始唱戏，哦，因为那会儿说相声不挣钱啊，嗯，我得活着呀，嗯，啊，那会儿京剧、评剧、河北梆子，嗯，这三个剧种我都唱过，嚯，哦，啊，大概干了五年左右。嗯，那这五年天津的小剧场，天津河北北京周边的郊县，嗯，我都演遍了，哦，干了五年，嗯，唱一场戏挣六块钱，六块，哎，馒头是一块钱六个，我一天下午晚上唱两出戏，我就能养家糊口了，挣十二个馒头啊，也有别的啊，哦，嗨，那看您买什么，不能老吃馒头啊，嗯，谦儿哥其实他的学艺之路他还是比我要幸福啊，最起码我是守家待地。他那会儿在专业的曲艺团的学员班，嗯啊，你看这就不一样了啊。我们这种活法叫跑连外，哦，其实就是跑江湖，嗯，这儿去那儿去，这个村那个村，对，我是这么成长起来的。嗯，于老师没有，于老师就是在北京，哦，就在此地，哎，大城市，对啊，打小一块按部就班。跟洪苗正是这么成长起来的，就算科班就算进了团了。后来我们哥俩偶然的机会，我们遇到一块儿合作了，很开心。那会儿，嗯，我认识他那会儿可不是这样啊。怎么？你们现在看跟个老大爷似的，那会儿不是，那会儿跟个老大妈似的。哎嗨，啊，岁数没变，合着那会儿那小脸蛋儿一掐一兜水啊，哎呀，这就嫩呗。哎呦，我印象特别深，他二十来岁的时候有一回，穿一个淡黄色的一个皮夹克，哦，哎呀，那头发那年头还兴我那个发蜡，特往后背着，那时候不烫，哎，戴一大蛤蟆镜，哎呦，就羡慕的我，怎么看怎么不像个好人，哎。啊，你这是不是好话？后来人家又拍电视剧，嗯啊，演小品，嗯，实话实说啊，谦儿哥红的时候，我还没犯辙呢，这可谈不上红，真的真的啊。当然，后来在一块合作之后，才发现，这是我心目中我觉得是最合适的一个合作者。哎呦，您过奖，人也好，包括这些年郭德纲在台上说了好多余家的一些个事情，哈，这。我一定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啊，因为您各位呢文化水平都比我高，是啊，为什么有时候我跟我们同行抬杠，他们老说，上台之后你一定要交给观众什么什么，我说我不能交给观众什么啊，观众藏龙卧虎，哎，无论您哪一行哪一业，您往这一坐，您不说话，但是不代表着人家不懂啊，都是高人，人家来是开心来的，你说人家花这么多钱坐在这儿，指着俩说相声教你学好，这个人得刺成什么样？嗯，我说咱不能那样，不是这样啊，咱们要有敬畏之心，咱们是服务行业，嗯啊，好好的服务大家，这个非常的重要，嗯啊，跟谦儿哥在一块儿，谦儿哥提供了一些个演出的素材，啊，提供不少，嗯，这些年来，郭德纲在相声舞台上，我的造诣，实话实说，只占这么10%，哟，那剩下那90%呢？都是于老师和他的家人。哎，好，都只是说他们呢。您各位啊，您都是明白人呐，啊，有的时候台上不可避免的要提到一个人。对，你说说谁啊？他一定会提。哎，有一老大爷，嗯，咱不能说观众啊。对，哎，今儿这事儿咱们讲一个大爷。哎，你看坐那儿有一王大爷，嗯，这大爷怎么怎么着？怎么我这没说完，他菜刀扔上来了。好家伙！人家花钱听相声还让你编排，不行，是我们也不能说，哎呀，今天我们一个故事里边涉及到一王大爷，哦，住天津市红桥区什么什么大街多少号二楼二单元那大爷，我们俩成外行了，对，观众脑子跟着跑啊，红桥区，嗯，红桥区，你去过红桥？我没去过，我住河北，嗯，那个他说那小区你看
观众脑子就乱了，就跑了，就是拿手一指，这事儿是于谦他父亲，嗯，这倒近边了，这是假的，嗯，他不能我一说就是真的，对不对呀？嗯，他不可避免的要提到一个人，提到他父亲也是这么一说，嗯，可能生活中呢，他有这么80%的事儿，我是把它完善一下，完善没有那么多，没有那么多，嗯，没有那么些 啊。对了。反正都是假的，嗯啊，您各位也是包含着听，嗯，他父亲您是不了解，那老爷子这份儿的，好啊，这呵，现在是退休了，嗯、是这个词儿叫做什么来着呀？嗯，含饴弄孙，在家给他看孩子，哦，哎呀，哄小孙子玩，是享受这个三轮之乐。三轮之乐有这么词吗？哎呀，这老头退休，老头还登车哄孩子呢，是什么？什么轮？什么轮？天轮之乐呀！天天三轮之乐。好家伙，拉活去了。火轮之乐没听说过啊？什么轮？天轮之乐。天轮之乐。对，天轮之乐。老爷子，老爷子上班的时候也是好样的，是吗？他是儿童银行的行长啊，儿童银行的行长有没有？哪有这么个银行？你就说有。哎，你说一个银行出门就是好，明儿他告咱也是事儿。哦，这不行，老爷子在儿童银行当行长，嘿，还真有这么一银行。我亏心不亏心呢？我这一说一乐的事儿呗。是，人就听着、哎。老爷子银行行长，哦，每天是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啊，好啊，当然，天天上班很认真，是吗？很认真，怎么叫认真？啊、哎，工作人员们都佩服他父亲。是啊，老头疼人呢。嗯，尤其到中午就有限的那点休息时间啊，这个老爷子啊，那个中午休息，是把咱们大门都关好。为什么？哎，注意安全，银行嘛。哦，哎，中午休息一个小时，把门关好。嗯嗯，大家午休了啊。哦，赵姐啊、哦，赵姐来，躺这儿来，躺这儿，躺这儿。对对。咱们要进行一个反恐的演习，又反恐。万一有坏人冲进来怎么办？是不是？是是。赵姐来，你躺这儿来。对 对, 对。躺这儿就反恐了。孙姐，你躺这儿。哎哎。啊、王姐，快快快，躺这儿。这是。刘姐，你上我这儿。行了，这不是反恐的，这耍流氓的吗？这不是。你们躺，我躺这儿。你躺哪儿啊？起来吧。躺到5:30起来，下班了。来，老头说，我得退休了。上班太累，那是得休息休息了。那是啊，现在在家里边天天蹬着三轮，弄个孩子，很开心，天伦之乐。所以说咱们好好说相声，上对得起老，下对得起小，都是个安慰。因为相声啊是天底下最简单的艺术形式，往简单处说就是有嘴就能干这行，还真是这样。但是能干好不容易，那得下功夫。第一是嘴里得利索，无论观众坐在哪一个角落，您每一个字儿清清楚楚送到人家耳朵里，哎，这个非常的重要，基本功。而且你还得好玩啊，俩人站这儿40分钟，叨叨叨叨叨叨，跟对口的报纸似的，你怎么舔脸往下走啊？没脸了。所以说，说相声这行既简单又复杂。哎，小的时候学相声，先生就说先练嘴，是得练嘴，先得练嘴啊。每一个字儿摆清楚了，什么叫报菜名啊、八扇屏啊、地理图啊，就这些东西，这是贯口类的。对、先背这基功。背的时候，老师说了不求快哦，先从慢，慢点说啊，每一个字儿都要清楚。哎，你看，这就是有时候观众觉得是不是得练快呀？您错了，不是这样，您错了啊，不练快。对，你站跟这儿叭叭叭，你一背，老师也得问你。你几点的车呀？好嘛，你着急走啊？赶了，对吧？不能这样，你说的太快了，观众听不清楚。什么值钱？慢了值钱。哎，慢而不断。哎，慢，每一个字儿不能浪费。是，这才值钱。没错嘛。啊，有句话吗？说话不清，如同钝刀杀人。嚯，老先生说过这话。哎，但是我觉得这也有点过分了。不是，这一个形容词。形容词也没。钝刀杀人，什么？你看，杀人的刀要快呀！啊，杀人这刀蹭一下子，没有痛苦，哦，对吧？要钝刀杀人，这玩意儿谁受得了？那说是
钝刀杀人，他不是也是死吗？你老抬杠，老先生那会儿老说，哎呀，这孩子说相声，你这玩意儿好几条人命啊！哟，什么叫好几条人命啊？啊，就是你说完之后，你也累死了，搭档也气死了，观众呢也哭死了。哎呀，听不明白，不知你说的是什么呀？嗯，哎，不能钝刀杀人，怎么叫钝刀杀人就不行呢？我给你举一个例子，您说说，你比如说咱们鲨鱼老师，我也是欠的。我问这问题干嘛呢？假的呀，可不是假的吗？我现在说相声，我可谨慎了，我老得给大伙儿解释。你怕有人说啊，是要杀于老师了吗？哦？对不对？人家上网写点于老师被杀，这玩意儿不好解释，也没有这么气迷心的。都听明白了，假的啊，假的假。刚才那儿童银行都是一样啊啊啊！杀于老师啊，就得了，假的。哎，你说我怎么莫名的开心起来？这是您当真的说呀？那是啊，事儿是假的，但情理得是真的。你讲这道理，用于老师被杀头，我们解释什么叫做钝刀杀人。得了，您就开始说就得了。嗯，得给您找一个好日子。我这还要什么好日子？那当然了，啊，提前找人家个会看黄历的，懂风水的，哦，看一看，翻一翻，找一好日子，万一你杀一半，你跑了怎么办呢？哎，我杀一半跑啊，对不对啊？啊，哎，这天好，嗯，哪天呀？大年三十，嚯，举国同庆，有华人的地方都在庆祝，那是都高兴。这个日子您满意吗？嗨，大伙儿满意就得呗。哎，这个态度真棒！哎，您就说吧，这是一个德艺双馨的演员啊！啊，您行了。好，我们要在除夕，三十杀于老师。哎，这一天还得是您的生日，双喜临门。嗯，啊，五十大寿，呵，还是整数，好不好？行行行，哎，五十大寿啊！这一天您家里头还得搬家。还有一乔迁之喜。嗯，新买了一套别墅，36000平米，这么大的宅子，好不好？行啊。哎，您的夫人出去买彩票，哦，花3毛钱买张彩票，中个头奖1亿5000万的现金。好家伙，这什么彩票赚那么多，好不好？哎，这大奖。而且最重要的就是今天于老师的独生子，嗯，海外求学回来了。哎呦，还回国！哎呦，这孩子走了20年了。是啊，啊，3岁那年去的英国，今天刚回来，这是让人拐卖了吧？这个，这不是留学去了？这个3岁那年是怎么就3岁就出来？孩子3岁的时候还不会喊父亲啊，一句都没叫过。你看3岁，3岁人别人孩子是喊个爸爸、喊个妈妈都喊过，这孩子还没喊过了。还没叫呢，你还没有享受父亲的快乐呢，还没有感受天伦之乐。哎，那会儿那孩子说了啊，我决定我要到英国去求学，若干年后我再回来，我要为家族。你先等一会儿吧，说话说这么利落，就是不叫爸爸是吗？说20年后我再回来的时候，啊，结结实实的喊您一声。哦，那时候再叫，嗯，那喜也行。今天他回来，哎，这太好了，23岁，哎，海外留学归来，学成了，这小伙子精神漂亮，嗯，啊，嗯，而且还带回来他的未婚妻，哎呦，这还相对象了，都搞对象了，多好啊！女方的父亲是世界首富，还就比我们家还有钱，哎呀。您这个儿媳妇儿要多漂亮有多漂亮，真好。哎呦，家里边您这日子过得没有毛病，好事都是我的了。嗯，哎，这天，嗯，我得来啊，您得庆贺来，你过生日吗？那是，师哥生日快乐。谢谢您吧，我给您祝寿来了，太感谢了。哎，都坐在这儿高兴，啊，好，摆上酒，摆上菜，得吃啊。哎，嗯，什么煎炒烹炸焖溜熬炖，哦，头一个菜是一个小黄鱼，小黄鱼干炸小黄鱼，过生日吃这个。您拿筷子一夹着小黄鱼，小黄鱼肚子里边，嗯，有这么一块钻石，大约半斤沉。小黄鱼肚子里存一半斤的钻石，嗯嗯嗯，这鱼是让这钻石砸死的，可能是。天下好事都落在您的头上，是没有别人的份儿了。这会儿功夫，门口叮咚一声，这是来人了。谁来了？开门一看，门口站着一个印度的美女。哟，我们家还来印度美女啊？这美女18岁，年轻，穿着传统的印度服装，哦，还有特色，长得跟仙女似的，漂亮。
这正当中还点着一红点儿，这就是印度的风情。咱看印度电影，那不都点一个吗？啊，就是说呢，姑娘拿一小盒，这盒是。啊，于老师生日快乐呢，这什么味儿？这是俺们公司让我来祝你生日快乐啊！这印度美女怎么这味儿的呀？他那个教他说中国话的那个是个保定人，这孩子也不想进步了。这是，于老师祝你生日快乐。哎呀，俺们公司让我给你送生日礼物来了。行，可以了，嗯，还请进来吧。啊，来吧。打开一瞧，啊，呵，送这礼物真棒，什么玩意儿？印度三宝。什么叫印度三宝啊？拆包装是一个印度紫叶小檀的木桶。您等会儿吧。哎，那叫小叶紫檀。哦，小叶紫檀。对了，得这么大个啊，这么高啊。紫檀无大料，这倒是。紫檀这个木头长着长着就空了。哦，哎，所以说这么大的料得几百年历史。哦，小叶紫檀是什么意思呢？您讲讲。它在山坡上常年不见太阳那一面。哦，这叫小叶紫檀，就阴坡上。哎，拿它做了一个木桶，这为一宝，这可难得。哎，外边抹着一层印度咖喱，这一宝有点糟践了。嗯，这是二宝啊。打开盖儿，嗯，满满登登什么？印度神油，送这么些个。于老师趁热喝了不？哎，我喝了，像话吗？于老师端起来，吨吨吨吨吨，哎，真喝，喝完了，嗯，很开心。哦，谢谢你们公司的促销活动。还有促销，问点事儿吧。啊，姑娘，你额头点一红点，我是否能摸一下？我还有这好奇心啊！从小看印度电影，老看人家有一点儿，这个还纳闷儿。哦，啊，姑娘说来吧。啊，行行行，还等父母呀？啊，哎，就你就磕一下吧。李老师一 K 这红点儿，红点儿下去，里边露出字儿来了，写的是特等奖。可这儿还藏一好呢，这儿公司促销。哦，哎，这特等奖，哎，谁开着开了，谁就得这特等奖。这特等奖是什么呀？特等奖的礼物就是这个印度女孩。这女孩怎么个意思？打这儿起，这个人就是你的了。这女孩就跟我过日子了。嘿，你这玩意儿好事不是？你除了嫂夫人有点不开心。哦，凭什么呀？嗯，哪儿送东西来，他就留我们家过日子了，也可以理解。我赶紧劝，行了行了，先吃饭吧，先吃饭吧。嗯、啊、嗯 嗯，大排宴宴啊，那吃饭都做好了啊。你儿子站起来了，哦，眼泪都快下来了。可23年终于回家，是是。现在要喊出那个无比庄重的称呼来了，我就等这时候呢。钱儿的眼泪也快下来了。是啊，突然间门被砸开了，谁来了？来了200官兵。官兵，哎，官兵200多啊，干嘛来了？于老师啊，过年好。哦哦，呵，谢谢，生日快乐。哎，得嘞，感谢感谢，乔迁之喜。行行行，父子团圆。哎呦，谢谢您。走吧，干嘛去？杀头去。哎，杀头去。哎，你是不是都忘了？对呀、啊，我这是被美事冲昏头脑了，这、啊、刚想起杀头去，杀头去，那不行，杀头您得给我定个罪名。没有什么罪名啊，就是拿您解释什么叫钝刀杀人。太好，我这才想起来，请请，这就走了。于老师跟他们走了，没叫上，屋里边就塌了天了，大事儿啊！这你儿子就傻了呀，你没叫出来到最后、啊，杯就掉地上了。哎呀，孩子愣了。嗯，23年一句都没叫，憋的来这么一插曲啊！我腿都软了，没经历过、啊，咣当我就坐下啊！你媳妇儿就坐在我这边啊，印度这女的坐在我这边，天下的事儿你也说不清楚的，嗯、啊，我这事儿怎么像他点的呀？这事儿呢？会发生这种事情呢？啊啊！要不您就乐出来怎么样？我是不是乐出声来了？哎，对，我都听见了啊！我忍着点，我忍着点 啊！哎，你儿子扶着桌子啊，这眼泪吧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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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子连心。你媳妇站起来了啊！你哭什么哭？怎么了？你还懂点人事吗？哎，这怎么叫不懂事啊？啊，咱们这不团聚了吗？像话吗？这谁跟谁团聚了呀？哎呀，屋里边啊，死一样的沉寂。是，老半天功夫我才缓过来啊。得了，怎么？做饭吧。哎，做饭吧。还吃饭呢？吃不下去。那你们做它干嘛呀？出这么大事还吃得下去，心多宽呢。那这是干什么呢？给邻居看。
给邻居看什么呀？好家伙，邻居那净说闲话的啊。好，我们这儿跟屋里哭哭啼啼啊。街坊邻居瞧见了，哎呦，这家人呐，你杀了个人，他们连饭都不吃，咱不唠这个废话。这是唠不唠的事儿吗？哎，炒几个菜啊，炒几个菜，然后弄点鱼，来四个凉菜。哎呦啊，包点饺子，过年了还吃饺子呢，荤的素的啊啊，嗯，海鲜的三鲜的啊，韭菜鸡蛋的啊，包点蒜，包点蒜。家人这不是缺心眼吗？这不是倒点醋，还有腊八蒜。哎呦啊，再弄一碗印度咖喱啊，对对，那还坐着一印度娘们呢嘛，嗯嗯、得想着他啊，端杯吧，我们吃不下去。这还吃不下去，难过。嗯，年三十，打开电视吧，干嘛呀？看看还有没有好相声？没有好相声了，我都死了，还哪有好相声啊？废话的。我们正在合家欢难过的时候，您最好说清楚了。于老师已经被送到了北京菜市口。哦，我已经到了菜市口，杀人的风水宝地，这还要什么风水？于老师来，请到这里来啊！过来几个人，给于老师从上到下把衣服先脱掉。不，干嘛脱光了？哎呀，命都没了，还要脸干嘛呀？那也不能这么不要脸啊！这个不是不是，没办法，这是个规定嘛，从上到下，哎。先都脱了，一丝不挂啊！拿绳子给于老师捆好了，是抹肩头，拢后背。哎呀，捆得了啊！脖子后边是一个花，哎呦，绳子花，俩肘子俩花啊，腕子俩花、啊，这叫五花大绑，这都再论的。哎，这绑好了之后，脖子后边给插一个招子。什么叫招子呀？哎，里边是竹棍，外边拿白纸叠了一个尖儿啊。您看电影、看京剧不都有吗？是一杀人后边那样有一个，哎，叫招子，上面写着这个人犯什么罪。我这写的什么？哎，奸斩，嗯，大流氓一名，于谦。好，我说怎么脱光了呢？哎。弄好了啊啊！于老师很大气，我还大气。嗯，本忙、啊、本忙，你先等会儿啊？什么叫本忙啊？大流氓嘛，大流氓就自称本忙啊。本大不好听，废话。本流不像人话，我就别放粪了。本忙啊，跪下！哎，这就踹堂了。咣！起来啊，跪好。让你跪那儿，没让你撅那儿。嘿，废话，你踹的那是啊！给他扶起来啊！扶好，于老，啊，跟这一跪啊，就那可不是跪着吗？这都折腾完了，天都亮了，我这折腾一宿，把家弄到这儿来，这通折腾哦，对不对啊？年三十夜里送来的，哎，天光大亮，大年初一了，可不是到初一了吗？哦呦，大年初一北京可热闹，北京怎么热闹？因为北京啊，它是有庙会的。啊，北京那年初一逛庙会，尤其菜市口这儿离着琉璃厂很近，是从清朝开始这一带就是北京庙会的核心地区。哎，那叫场店庙会，北京大概本土得有个六七十万人来看，都来，外地游客少了有个三四十万，这也就说一百多万人都要从您身边经过。一百多万人初一早上起来从我身边经过，对，看我，看你，啊！你们卖票不卖票啊？当时，你算庙会的一个景点儿。哎呀，我算景点儿啊！于老师跟这跪着啊！游客们陆陆续续打这走，嗯，有的就没注意。是，哦，这北京还是挺好玩的，庙会没来过啊。是第一次，这个确实，嗯。怎么了？干嘛呀？怎么了？怎么了？于老师，好，这才认出来呀、啊！啊，是怎么了？说话，于老师，我是你的粉丝啊！时候就别提这个，我天天听你相声睡觉。可以，这给我照一张，快点！就别照，这光屁股呢，有什么可照的？这老头老太太们也很多呀。啊，老太太们也哪儿了？啊，这好热闹的。这就是那于谦啊！哎呦，啊、哎呦，谦儿，哎呦。还真白啊！你管着管不着，啊！这老太太怎么那么泄气？哎呦，我这孩子好，好好好，好真白。我先回家，我下午得输液，然后我再回来看你。你死不死啊你？你太贪热闹了，这也。哎呦，热闹啊！啊，自媒体也来了，这时候兴这个，大批的自媒体哪儿了哪儿了？哎呀妈妈，
嚯，我这啪啪照相，就赶紧写呗啊，写呗啊，写什么？于谦，嗯，赤身露体在街上，嗯，是否打了郭德纲的脸？嘿，就联系上了。哎，那个也写啊，啊，就都在题目上了，是吗？雪白的于谦是别老提这白行不行啊，就那形容词吸眼球，一有这个人就点进去看，那就不至于那么白。雪白的于谦啊，是否显出郭德纲的黑心？哎，像不像自媒体那个题目？那这倒是像，是不是啊？联想的不错。连于谦都被丢出来，德云社是否该管理了？冰冷的于谦是否怀念曲艺团的温暖？好吧，你摸来了是吧？怎么知道我冰冷啊？就自媒体嘛，哎呦，就大伙儿写吧。哎，反正一眨眼啊，就到初七了。你先等一会儿，我跟这儿展了七天呢。北京庙会是从初一到初六，那还一天呢。你工作人员们也得看看呢。哦，我这还优惠呢，给他。对呀，内部也得看一看。哦，看完之后，大伙儿说看腻了。嗯，行，差不多了吧？啊，差不多了，准备要杀您了。啊，这也卸磨杀驴了，这就。哎，得跟监斩官说一声。哦，我这还有监斩官呢。对了，怎么叫监斩官？在这边搭了一个棚子。哦，监斩官这大人跟这儿坐着，是，哎，配着红斗篷，戴着墨镜。这红斗篷墨镜是怎么？哎，这是老年间的规矩，啊，这是为了辟邪。红斗篷，哎，大人不看你啊，监斩官啊，哦，背着我，戴着墨镜，配着红斗篷，脸冲这边。好，哎，这个兵丁们过来了，是，启禀大人，啊，时辰已到。哦，哎，大人这才回头说什么？整啊，整仨呀。啊，弄死他呀！嚯，切稀碎呀！好，行了，嗯，我还赶上一东北大人这。哎呀，刽子手这才把这口刀抄起来啊，拿刀。哎，这口刀必须得是快的。哦，哎，肩宽背厚刃飞薄，杀人不见血光好，紫微微蓝娃娃，霞光万道，瑞彩千条。呵，快！锅里哆嗦，颤颤巍巍啊！那呀，喊这喊，嗨，嗯。是不是吓一跳？哎，谁呀？谁跟你斗了？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就我这时候有这心情吗？谦儿哥，是不是好好玩？哎，谁跟你玩了？哎，赶紧吧！哎呦，坏了，尿了！哎，废话，吓的！我跟你斗着玩，我就怨我了。拿墩布来，墩布给我！行了，行了，哎，我不是跟你，你抬腿那条腿，别嚷了。这乱不乱？一会儿我死了，你这对不起，对不起，谦儿哥啊，我跟你闹着玩，我最爱您，说实在的啊。行了，您那回那个你喝多了屎分河湾，我在现场。我还去，咱别提这个了，行不行啊？你啊，墩布拿走啊，换这口刀啊，咔嚓一下子，怎么样？人头落地，这砍完不就完了吗？您这脑袋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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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过马路。哦，还过马路？哎，咕噜咕噜咕噜，突然间，人头停住了。为什么停呢？等红绿灯。我要这么规矩，至于砍头吗？我，嗯，一会儿绿灯了啊，脑袋过去是回过头来，还得夸这刽子手。我怎么说呀，啊？好快的刀啊！嘿，我也太贱了。杀人的刀要快啊，要不快呢？要是钝刀，您就受了罪了，一样死。我再给您举个例子啊，这回可是钝刀了。钝刀有什么区别？前边咱们都不提了啊。怎么？什么你中奖了，得什么得这个得那个啊？儿子回来这些咱不细说。我这些都是您的了。嗯，你要早这么懂事，何至于杀头啊？您就往下说吧。就是从我们合家团聚开始吧。啊，行了，可以了。我们合家团聚了啊！您送到那儿去，是把衣裳写好了，这都一样，弄得了啊。现在这小作文都写完了吧？啊，哪儿小作文？自媒体也都散了啊！啊，一直到最后，这口刀举起来了，钝刀。这口刀是钝刀，怎么样？这口刀是唐朝的刀，啊，从唐朝到现在一次都没磨过。嚯，为什么不磨？哎，磨一次得花3毛钱啊。从唐朝到现在，没有人愿意花这3毛钱。好家伙，这帮抠门！这口刀，好家伙，哎，刀背比刀刃还厚，这翻着砍合适了。这要是拿刀背砍你，算你的造化。那么今儿呢？今天拿刀刃砍你，受了罪了。举起来，凿你牙好，那这扎在脖子上，扎上了，上不来下不去，那怎么办呢？刽子手心说：“我凭着推吧。”啊，哎，去。连续3天，您猜怎么着？怎么着呢？你是饿死的，去你的！
谢谢各位。都是假的，我说假的呢。你们回去谁也不要写小作文抨击我啊！我要干那行吧，你们都没饭。跟谦哥这一晃啊，嗯，干了半辈子，是很开心。嗯，那当然了，没有您各位的支持，我们到不了今天。那就在您捧啊，我们还得努力，尤其是孩子们还都很年轻。是啊，您得像当年捧我们似的捧他们。是啊，来吧，你们今儿演出的都上来吧啊！来吧，来吧，来吧。快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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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嗯，这个我依次来介绍一下啊。打那边开始啊，来，哎，这头一个，哎，我徒弟啊，这都管他叫壮壮，严鹤祥。嗯，这个是孟鹤堂，这都我徒弟啊。这大高个也是我外甥，也是我徒弟，王九龙。我徒弟刘鹤春，嗯，关鹤柏，张九龄，周九良，这说明周九良花钱了啊啊！何九华，啊好，杨九郎，嗯，戴眼镜的是曹老四啊。曹鹤阳啊，主持人是我师弟侯宝林先生的长子长孙少侯爷侯震。这个一般到这个环节，就是喜欢谁，好多观众希望他们再表演个小节目啊。你们愿意看谁啊？周九良啊。杨九郎是我今天榜首。来，一个个来吧，来九良来，九良快来，九良。快来，周九良啊，上这儿来！我没想到你今天这是破费了啊！我真不知道，那准是你的托儿啊，这都是啊！是是是啊，是你们希望他表演一个什么呀？哎呀，你的仇人也不少，让你唱一个啊！那就唱两句吧。出头呢？没事，不爱来。我就不会唱。哦，他不会唱啊！你们退钱吧，好吧？那你随便吧，怎么都好。随便呀，随便。那四哥跟那个。九华，咱一块儿一个表演一个节目，哎，就那个吗？对对，就那个，就那个，对对对，师傅我们来了啊，我们来了啊，来，一二三四，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谢谢，谢谢，好。这个这是返场，这是。这是送的啊，要是花钱看这个就不值了啊。他刚才这个何九华还要何九华呀、啊、大华过来过来，哎，你惹的祸你来扛来，哎，等稍微等会儿啊，我请两个伴侣啊，嗯，来四哥，你又来了，一二三四，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走吧走吧，四哥，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别叫他们来了，他们就换位置了啊啊！就看一个风格不同，那是那是啊。好、哦，孟鹤堂啊，来，孟鹤堂，快来，来你们那二位来，没有他们，来，不能老是他们，来，给大伙儿表演什么？您来，真会啊，春眠不觉晓、哦，我来不了这个，我要脸，我也要脸，自己来也行。是怎么来？春眠不觉晓，春眠不觉晓，哎，处处闻啼鸟，哎呀，花落知多少，谢谢。都给念诗了。哎，我来，我要是黑粉，我就举报你，行吗？不是黑粉，他们也举报我了啊，那是两回事啊。来一个正经的吧。啊，唱一个京戏吧。好吧，好好好，那来吧，来个京剧，可以，能唱哈，哎，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去马配马，这褴褛的披风，战马战啊，一醉孤高的梦，只那黑夜中的无言与怒吼。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
他们说要吃了你的光就像擦掉了污垢，他们说可以了啊，可以了，可以了啊，太好了啊。王小龙、啊、来，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咱俩一块儿来吧。可以了，可以了，我们看腻了啊。哎，那谁，那个、哦、完了。贺春，贺春来啊，贺春是今儿赶回来的啊。我唱一个京剧春眠不觉晓。我的个天哪，哪这么些春眠不觉晓啊。唱两句木虎关吧。可以啊，京剧啊，来。我爱爱仙妹花腔啊好，杨仙妹爱爱玉兄和风能，你的花腔好咋的和风能，你花腔好来和风能，我二人结拜同宋恩英，宋王爷一见那龙心虫封我都督，在后营到后来听信那灿那眼的奔将与兄编制在这压制听现日今天堂罗州得了烦那心，要叫我发病不你听个热闹吧啊，壮壮来啊，你让他们看看你也是好的啊，来快来。哎，阎鹤祥，这是跟我儿子一块说相声的啊。这个有人喜欢阎壮壮吧？好极了啊，看看得了啊。嗯，面对疾风暴什么玩意儿，这是来吧，你们还有谁要给大伙演一个啊？九郎啊，九郎过来，九郎过来，来来来，我不该，那错不，锄禾日当午，谢谢各位啊，今儿是唐诗宋词赏析会啊，一个说完一个再说，来，最胖的那闺女说，啊，张九龄，来快来，小芬，啊，小黑来，嗯，那个，还真是，今天我特意。因为唱也不行嘛，想给大家表演一段那个街舞叫 popping， 好不好玩呢、哦、来吧，来一 popping 的，咱排练那个，确实排练过 popping 啊，真的，等会儿我来个那节奏机械舞，这你把大褂记一下要不要啊？不用了，方便表演， 不需要了，那我可来了，别伤着你啊大爷啊、哎、来来来，哎，Are you ready?好，都是哈喇子这上头啊。于、嗯、老师，于老师他们说让您唱一个。别难为于老师了啊。啊，于老师说了这个、以后台上别让他唱了啊，他不适合唱这个女生歌曲啊。来吧，次日清晨辞别老高命啊。普救寺僧人都来送行啊，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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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办案人等我上了伯龙马呀，哎哎哎哎哎哎哎呀，一心赶考够奔东京啊，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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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走过三里五里杏花营啊，哎哎哎哎哎哎呀，桃花殿前出美酒啊，哎哎哎哎哎哎呀，杏花坡前女儿花容啊，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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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秋梅留也留不住啊，十里亭坐定了崔莺莺啊，好难唱的这叫西厢记啊，愿诸位阖家欢乐福寿康宁啊，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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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晚的演出到此结束，谢谢大家。每个人爱正在热播